Yo，what's up？今天是星期五，然后我要打算挑战拍一个我个人的废片呢、啊，也属于我自己一个 vlog 啊，就是我平时每一天拜五都会做的一个事情了。我想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。接近9点，8点10个字啦。然后，第一，我还没有吃早餐，所以我先做个早餐先啊。先来找早餐。哇，下去煮这个哦。OK，那我们今天来煮意大利面呢。OK，然后你这个很奇奇的事情看哦。OK 了，喂。我打算吃这么多分量的意大利面，跟它的酱料，这是它的大葱，然后白蒜，然后开始动工吧。嘿嘿，boy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油锅拨一下，可是呢，需要找一下。Oh hell no！现在炒是金黄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打蛋下去了。现在我要把这一碗的那个意大利面。我会用这一个锅。然后，就刚刚好，刚刚好，所以这边煮。就盖锅那些意大利面就够了，然后不加热了。这一阵子呢，我们要在里面倒点油了，因为这样子不要让那个意大利面会粘在一起了，所以就倒油下去了。有橄榄油就用橄榄油啊，就是。然后呢，就在里面撒点盐。我最近在网上看那个印度。厨师他煮饭超厉害的，这个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乱七八糟掉，可是不要讲话。OK 啦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稍微搅拌一下了，用汤匙搅拌一下了 ，OK， 就尽量不要让它粘在一起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水呢，到最后也是要倒掉的，这个肮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边等一下，大概8分钟吧，8分钟。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.
OK 啦，经过了，咦、yeah. ，OK 啦，经过了8分钟了，那个面呢，那边已经开始有点变软了啦。怎样个软呢？让你们看一下了哈。那它可以软到我连那个跟 QQ 到 What the fuck that what？ 你看。啊，这是我要的，这就是我要的。你看前还好有放油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不放油的话，全部都会粘在一起了，就像那个情侣一样了，粘都粘的不红的和乌乌干一样了，这样都开不了的。啊 ，What？ Bro，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， man？我们就先就做这个酱料啦，这是最后的步骤哦。然后把刚煎的那个大葱、蒜、鸡蛋炒在一起，这就是完成了，这就是我完成品。OK 啦，就做最后的步骤啦。把水沥干，然后成果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很漂亮哦，是不是？然后用料用料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把酱料跟料在一起炒了。我们就开始这做这个动作了。好香，可是有点太干，所以我加点水。给够啊！到每一个、每一分、每一粒、每一颗。Shut your fucking mouth！ 完成了，就这样子。Nice。那现在呢，我的这一个煮好了啦，我要享用我的早餐和午餐啊，我打算把这个放成午餐来吃，如果可以的话呢。OK 啦，现在我还是享用我的午餐啦，早餐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做运动。可是在之前，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。哦，洗碗。OK， 现在呢，我要去整理我的屋子了。屋子有点乱了，所以还有我的房间也是特别乱，所以我要现在去整理一下了。OK。OK 啦，现在呢已经接近，现在是12:30，然后午餐呢，我所留下来那些剩下的意大利面来当做我的午餐呢，然后我会这样子耗到2点，然后2点我会去到我的火锅家，然后在那边吃晚餐，去见我的堂弟。然后搞完，然后就这样哦。我东西是做完了啦，睡觉不是，什么也做也不是。这废片真是超废啊！这是废片真的是，找朋友聊天没有一个鸟我的事哦。哎。为什么我朋友会这样呢？难道？
他们嫌我胖，不要跟我交朋友了。What？ 他们不要跟我交朋友了？啊，不可能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哦，接近一点了。啊，还有一个小时，我才可以去。为什么？我问我，帮我做什么？龙，进来。啊，你马啊，我现在过去可以吗？来。OK 啦，刚刚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。OK， 现在是一点半。哦，还没有一点半哦，接下来，哦，还没有一点半，没关系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哦，我突然间有点饿了。饿了是什么呢？我是吃甜点啊。耶，哎呦，这个甜点哦，我妈妈昨天让我吃哦，现在哦，家里没有人，我现在可以吃了。那可以不可以吃？我还是要不要问他们可以不要吃呢？少一个没关系的哦。哦，吃掉啊！不管那么多，吃了再讲。嘿嘿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我的婆家了，可是我觉得我还需要走一段小下一段路下去了，因为我不爱讲点，总之我现在走下去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了。